朋友们好，咱今天来蹭蹭饭，老师还在谈事，喝点茶等等饭，可饿了，凉菜都上了，餐前仪式，先看段视频。老师唱的真好听。终于吃饭了，真好看。拽了别人的海棠花，果然别人的就是香。请叫我花仙子。这么漂亮的花，一点不影响我干饭。艺术与精神同在，这酒杯，咱能不能顺走一个？下次还来蹭。